九节鞭是武术，是传统武术器械中软器械的一种。顾名思义，它由鞭头、鞭把由九个节连在一起，称九节鞭。九节鞭也有七节，也有十一节，也有十三节。由于它巧收，能收能放，收出一团，放出一片，说实战威力相当强，所以深受广大武术爱好者的喜爱，是吧？也容易带，它是实用，所以这个人们比较喜欢。带鞭，鞭怎样带，怎样给身上带，是吧？这带鞭呢，就带鞭呢，如同就这个早先那个江湖人或走江湖的，或者是这个镖师，是吧？带什么器械？带什么器械？最主要这器械带着出去要方便，要快捷，要实用，再个还要隐蔽。这九节鞭分好几种带法，今天咱给大家讲一种带法。往上带法，后边这个腰带，穿到后边这个腰带上，这样掉下，然后这两个装到那裤兜里，这咱上外边这个腰带应该上那裤带，那个裤子内里边穿的，里边腰里边那个腰带应该上那里边啊，不能上这外边啊，上里边，这样藏着。这两个一个头一个扁一个把呢，装到这个兜里，一般比较隐蔽，你看不见，如但就是碰到这歹徒了，一拉这么一混就出来，它相当快捷方便，是吧？四门拳击最主要是不管各种什么器械，都出效迅速，再不要隐蔽。你不用发现，这是最关键的，是吧？再个这个九节鞭，这个带法呢，再还有一个折叠式，折叠也可以说你这样带的话，兜在兜里也可以，这书抄在兜里或者抄个大兜里，这可以快速拿出来也行，也可以。最主要不管你怎样带，不管什么方法，最关键一个是隐蔽，一个出去要快捷，这是关键，是吧？有的呢，帮到这个腰下这样绑住，那不科学。那遇到什么情况的话，那再解，那就完了。这是最关键的这个带鞭。九节鞭的长短呢，一般曲臂，这个鞭头垂地，一般根据本人的身高，这个鞭头着地即可。如果太长的话就打地，太短的话没威力。这九节鞭的长短。九节鞭那个轻重呢，一般这个武术家这个武术器械一般具备三重。一重呢是这个表演型的九节鞭，就是市场上卖那个比较轻小，练起来比较快。一种是功夫鞭，什么叫功夫鞭？就是它比较粗比较沉，在家练的，不给人看，主要是练功夫，练臂力，练力量的一种鞭，你叫功夫鞭。一种是实战鞭，实战鞭呢，就我现在拿这种，这实战鞭，既可实用，又可表演，它不粗不细，它有实战能用，又可以实战，又可以表演，也比较快速，是吧？不粗不细，这是实战鞭。一般这个鞭分这三种。再说九节鞭，这个一般那个你选鞭，九节鞭这前这彩绸啊，这个彩绸，贴着彩绸，一个是为了这固风，这个菜啊，你别也不要太大，太大这么抡起来啊飘，太小的话它一悠一给一给一悠一悠的，还是太小，所以你要适当。这四门派九节鞭呢，和一般九节鞭不同的地方，鞭把暗藏一个匕首，这个鞭把这彩头后面有个匕首，这个匕首，一般的护住，你轻易看不见。在实战中，如果练术，他用这个缠住对方或缠住对方兵器，可以刺扎对方，可以刺扎对方，你轻易给你来个防不胜防，你轻易看不见，你以为后边彩绸，把它看不见。他这个鞭把这个匕首啊，
说你不练数，哎，不练数或不实用数，可以翻个头，啊，他有扣翻头，哎，可以这样装进去。装进去，他这有时就是他不带这个扁把，带个锥，他可以练习数，可以用这个锥点击对方穴位，击打对方的要害。哎，他这个四门派是九阴院不同的点，他这个招法他比较实用。在这个九阶变，这四门派九阶变分两套，一套是地躺变，一套是站变。站变呢，什么叫站变？都是站着玩，啊，变化比较多，是吧？以上边练习为主，它没有地躺，啊，地躺变它有站变，地躺练地躺变，上面有站变，站变玩几个花接下，地躺然后滚躺打变。站边上面花比较多，还有单拐肘、双拐肘，是吧？缠脖、长腕，是吧？双拐线、单长腕、双长腕，片马、背边，是吧？他这个九阶变都是边套边，花套花。哎，他你练好后，学好这单操的单花后，任意可以串联。哎，哪个边和哪个边走接的比较顺达，他走就可以。看一个九阶变的这个套路变得好嘞，就是说一个是编排的比较顺当，说练习这个编就是这编花和哪个编花接的比较顺达，这就可以了。哎，没什么固定的招式啊，这个九阶变这个套路。这九阶变它是软兵器，它和这个别的器械不一样，它不容易架势，所以在学练时啊，一般跟老师学的时候，先绑个绳子，绑个布袋，下边装个沙子，等练好了后再用这个实用鞭，用铁鞭，啊，如果你刚开始用这个鞭，说练完以后打中一下以后，你以后就不敢练习了，所以练习是先用个沙布袋，啊，绑个绳，然后这样抡，啊，因为它和别的器械不一样，软东西，它不容易架势，啊。在这个九阶变这个套路啊，它有什么单变，也有双变，也有变里加刀，啊，也有这个刀里加变，是吧？它这个刀里加变，变里加刀以什么为主？以右手为主，右手拿变叫变里，左手拿刀叫变里加刀。右手如果是拿刀了，左手拿变就叫刀里加变，是吧？一般练鞭时候就是什么，你得学会左手右手都得会练习。哎，那九阶鞭这个特点呢，其实以各个身体这关节为指点，是吧？通过转带，哎，左手拨打，是吧？改变这个鞭的这个圆心，和力度，改变这个圆周运动，哎，来改变这个方向，来击打。哎，这个九阶变，这一各个关节，以什么各个关节？你把肘关节哈，不打，哎，以肩哈，哎，不打，哎，这改变这个鞭的这个圆周运动，哎，这一各个身体这个关节为指点，这是这个九阶变的这个特点。九阶变呢，再有个正卧变和反卧变。啥叫正卧变？就仰竖在上。哎，正卧变，哎，正卧变，哎，正卧变。再有个就是反卧变，仰竖翻这样卧，哎，有这样卧啊，哎，有这样卧，哎，有这样卧，哎，啊，有的说是九阶变，是正卧这样卧，手心在上卧；有的说是绳变是这样卧，哎，都是各有各的特点。各有各的特点，这握法。这九阶变一般运动方向，一个是正轮，哎，一个正轮，哎，正轮，常常说正轮，哎，这样正轮变，哎，往前走叫正轮变，哎，往后反变，反轮变，给后轮，这变给后走，哎，哈，正轮变，哎。再说这鞭分立轮和平轮，哎，这叫平轮，它，哎，平轮，哎，
立轮如车轮啊，平轮一如磨盘，哎，平轮一如磨盘，一般说是，哎，这立轮，哎，平轮，不管平轮和立轮，它都是一个向前一个，向前一个方向，向后一个方向，哎，这个变这个走这个方向，哎，它各种花都是这样连接起来。练鞭要求鞭法要清晰，勇猛快速，步伐稳健，干净利索，竖轮平扫，随鞭身转，一随步换，收放自如，快而不乱，这练鞭的要求。学练这九节鞭这个单花之前，我先讲一下这个鞭的个停法和收鞭法。哎，你练到头你可停一下，或在实战中啊，怎么把鞭停一下，然后改变方向，这么击打对方。哎，练鞭停，哎，停一个，看你练的像正鞭停鞭手画，哎，啪，这停，接收又收，说给下卸这个劲，哎，你说给上停了，啪，这全打住你，哎，要随着鞭那个劲。给下卸，哎，好，给下卸，这停鞭，哎，把鞭停住，哎，也可以缠，哈，哎，哈，哎，缠停，哎，再翻过来，哎，可缠停哈，停鞭。这个收鞭呢，收鞭你可以做什么？哎，鞭翻转，哈，哎，从个鞭这把着处啊，这反了把着处，然后看。一捋，然后到收，啪，一弯它，哎，这鞭子收住了。然后你在实战时想跟这边打，啪，就过去了，哎，哎，想跟那边打，啪，这过去，哎，这实战收鞭法。再有个表演收鞭法，就一收一团这个，哎，一收出哈，哎，这一收一团，哎，那种收法，那表演时候有这收这收法，哎，咱这一般这个四门这个。这练鞭往往这收鞭子，一个停，一个让，哎，实战收鞭子，哎，我这样收鞭，这收鞭子。下来开始练这个九节鞭单花。九节鞭这单花啊，你学好的话，那个套路也都会了，是吧？你可以随意串鞭，随意连接，哎，最主要这个单花，哎，做好就可以了，哎。下面做第一个跑鞭。跑鞭我先给大家做一下啊，跑鞭在跑的时候，跑鞭什么为什么叫跑鞭，就是你在练习当中跟这距离，你可以给这表演是给场的中档跑，或者说一边跑，给你表演这个距离这趟的这个远近，哎，跑的时候这个鞭
上边上左侧的时候右腿踢，边上右边的时候左腿踢，是吧？边上上这一侧，这腿得这样，边上这一侧，这腿上这儿，哎，不然的话就打住你了，哎，要协调，这边和这步伐要协调啊。再看一下啊。这是跑边，花叫单拐柱，单拐柱，单拐柱先说夹边，夹过来，看，夹过来，哈，拐过去，这叫单拐柱，夹边，拐边，夹边，拐边，可以上步，夹边，拐边，行。我单拐柱了，先夹过来，哈，你翻过来，你拐打住，再拐过去，这就，也可以原地做，哈。在做这单拐柱时啊，这个手要动，手不能说，不能这不动，看着不快，身法和变，也可以，多变，用点力，也可以这样做，这是单拐柱，下一个就是单叉弯拐柱，轮面。单叉弯拐柱在腕上缠哈，再接着拐柱哈，腕上缠，缠两圈哈，放开哈，再拐柱，坐一下啊。上这腕部，缠两圈，翻开，啊，拐住，啊，这是这个单缠腕，单缠腕，拐住。拐肘，双拐肘俩都拐啊，在做双拐肘前，上步拐过来夹过来，拐肘夹过来，拐过来再上步，这个肘跟前夹，
架上去，然后拐，再上右步，再拐，两种拐，这个手呢，这个左手呢，也得架到胸前，拐，该拐东西似的，步子和这个拐肉要配合协调，上步变快，如果变慢的话，你快它就打住你；变如果慢的话，你快也是打住了。这个双铲双拐肉。下边又没变，加边背右接右尾边，加边是上步啊，上步边加过来，接背边，背边上右步，上右步啊，上右步边这个成反轮，加边过反轮，然后上右步，这边放到这个肩上啊，一转背边，也可以放到这个左肩上。加边左背边，加边左背边，加边左背边啊。在做这个背边时，好多练边的时候他都不背这么这么做过，那不对啊，必须用这个肩背过去，如果你不背的话，这么空这么做啊，它没有力量，看着速度挺快的，没有力量。再和这加边背边，这个上步比较重要，一上挪这个右步，再看一下啊，下边这个步子，这个步子相当重要哈，一个角度哈，这个边随步走，步随边转啊，这个加边背边。翻身边，翻身边哈，插步，插步哈，边从腋下过去，翻身叫翻身边，我给大家快做一遍啊。翻身边啊，背后插步，插步翻跳起，边和这个。这个步伐要协调，翻身时要跳起，然后跳过了后要正边啊，翻身正边，这叫翻身边，翻身边是往往你在比赛表演的时候根据这场地，如果这边场地不够的话，连入几个翻身，翻到头，就叫翻身边。拐线啊，双拐线，双拐线主要是这个上步要快，
右步上去，鞭跑左侧；左步上去，鞭跑右侧啊！看一下啊。单手摇露露，哎，这个花叫单手摇露露，和那个搅水那个露露似的啊。和那搅水那露露似的，哎，抓着这个手抓这个鞭，这个鞭上腋下，来回跟前这么抵达。再看一下示范啊，接着翻身啊，再看一下啊，哎，这是单手摇露露。下面做一下这个双拐线和单手摇露露和翻身鞭，哎，这个三个鞭花一般的通常后连在一起啊，我给大家做演示一下啊。哎，双拐线、单手摇露，接着是翻身鞭。双拐线，哎，慢一下，双拐线。单手摇露露啊，翻身鞭。单叉腕，跳起拐肘啊，单叉腕先缠腕，自然跳起拐肘，哎，看一下啊。哎，缠腕缠腕，退退跳起，哎，然后拐肘啊，再看一下啊，哎，缠腕缠腕缠两圈，然后倒回来翻遍，哎，拐肘啊。再快做一下啊！缠腕时，哎，缠两圈，上步缠两圈，接着推步，哎，翻到这儿后，然后再跳起，哎，跳起这鞭和这要协调，哎，拐过来，哎，单缠腕跳起拐肘。接翻身撩鞭，接跳起正鞭，哎，大家看一下啊，
皮鞭往前劈出去，这步子随着走啊，到头翻身一趴上步，撩撩花，撩过来，撩过来，上左步撩右边，上右步撩左边，撩撩跳起，然后啪，这时候把鞭过成正鞭，正这么轮鞭啊，这个皮鞭接撩鞭，接跳起正鞭，我再给大家再演示一下啊。双缠腕就是右手缠了，缠到左手上，我先慢坐一下啊，慢坐一下，缠到这儿，快坐一遍啊，缠腕啊，上步，缠这腕上右步，接着翻过来缠这腕啊，再翻过去，右腕，左腕。右腕，左腕，再看一遍啊，缠右腕上步，翻边缠左腕啪上步，再翻过去，单缠腕转身接这个翻身鞭啊，看一下啊，在缠腕时缠腕正缠翻缠，再正缠，再正缠，再翻缠，翻缠然后拐住，接翻身鞭，在缠腕时这个手啊要动，不能太死，不能这样，这不行，这看着不快。单缠腕接翻身鞭。单缠腕接背鞭，接翻身鞭啊，看一下啊，单缠腕，翻身鞭，再接翻身鞭，单缠腕，单缠腕接背鞭，接翻身鞭，单缠腕接背鞭，接翻身鞭，你也可以说单缠腕接这边，这背都可以。这让这个左侧，我慢坐一下啊，长腕，背这边，接翻身，右边左边都可以，在缠腕时啊，接顺步背接翻，要跳起接翻身鞭啊，单长腕接这个背鞭接翻身鞭啊，这几个花一般后接在一块儿连接，连接练习啊。
哎，左右缠拨，缠拨分顺步缠拨、倒步缠拨啊。做一下顺步缠拨，哎，正边、正轮边，哎，缠拨缠摔，缠的不要都摔，然后再缠啊摔。缠到脖子后，经过刀步子甩出去，哎，摔，哎，再缠拨，哎，再坐下啊。顺步是往上往前走，哎，倒步是步子给后倒，然后边缠，哎，翻一缠啊，哎，经过脖子这个脖大筋。然后把边正翻过来，哎，坐一坐一下啊，顺步，我去顺步啊，顺步，顺步，倒步，倒步，哎，到这儿后缠摔，哎，再缠住步，摔，哎，如果你不动的话，就缠住脖子，倒步也是一个样，哎，这么倒，哎，通过脖子这个摔劲，然后把边甩出去，就左缠脖，右缠脖。哎，顺步缠拨和倒步缠拨啊。缠拨接背边啊，缠住拨然后接着背边，这个这句话一般，一般后顺着做啊，哎，哎，缠拨啊，倒步，哎，再看一下啊，缠过，哎，缠过以后接着翻，经过这个肩着拨大力量，哎，然后甩出去，哎。再看一下，通过脖子，然后肩，然后拨大，哎，把这边拨开它，哎，通过这肩和脖子这拨大这力量，哎，再看一下啊。哎，缠脖，哎，缠脖，背边，啊，再看一下啊。过头边接翻身边啊，过头，什么叫过头边？这边从头部过一下，有叫插脖过头边啊，插脖过头，哎，我看一下啊，哎，啊，翻，哎，从头部啊过去，哎，翻，哎，我再换一个方向啊，哎，看从头部脖子上过，哎，哎，快坐一下啊。这过头边，哎，从脖子一过，这边盘一绕，翻到肘部，然后跳起的，哎，拐肘，是吧？这过头接翻身边，哎，一般做快了要跳起的。哎，亲啊，我再给大家做一遍啊。下十字飞鸿啊，飞上步和退步。哎，先做一下退步了啊，退步啊，哎，从背部然后做啊，做个上步是吧？哎，哎，左右从这样行，这样行，哎，做个甩头上步，哎，这叫十字飞鸿，再做个退步的啊，翻身，哎，十字飞鸿，哎，这从这个边从背后，然后拍一下，看啊，嘿，哎。
倒身子，哎，嘿，哎，从这边转过去，哎，嘿，转过去，哎，前后左右都可以坐，可以给前坐，也可以给后坐，哎，这个狮子陪红是从下坐的，啊，再外还有一个是从上坐，啊，看一下啊，哎，从哎。从上给下黑的啊，再看一下啊，哎哎哎，啊，倒狮子陪红，从上给下叫倒狮子，从下给上，哎，叫狮子陪红啊。一遍啊，哎，呀，哎，可以连着坐，哎，这边正转时，哎，正着转，推片过来成翻转，翻转，然后上步啊，背过成正边，成正转，哎，可以连着坐，也可以就是前进这个直趟坐，哎，偏向这样，我再坐一下啊。哎，这偏马背边啊，双片马扫边啊，双片马接扫边。再坐一下啊，双片马，再看一下啊，偏过来，再扫扫扫，哎哎，然后颤边啊，哎，嘿，走过去，哎，这是边搭一片，哎，前后左右，哎，偏马接扫边啊。渐边，啊，渐边也可以直趟走，也可以分四面走，哎，渐边，渐边快速渐出，然后快速收回来，哎，请看我坐下示范啊，直趟走渐边啊。直趟渐边，